大哥只带了小五子一个人下山，让我们留在山上等。这万一真碰到日本人怎么办啊？啊，真让人担心。放心吧，姐，如果我们都去，目标就太大了，人少的话还好办事儿。什么人？ 哎，三当家的，这迷香的味儿不错吧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六，你这迷香靠得住吗？靠得住，我试过多少次了，不会出事吧？不会，哎哎，你至于吗？老六，你个混蛋，信不信？ 我宰了你！哎，他有你，来，你踩，快！别搞什么乱！三妹，你看，哎呀，二当家了，你就是一棵歪脖子树，吊死的命。你说为他，你值得吗？你废话，我稀罕。办你正事去。三妹，走，办事。你们俩留这儿啊，走，快！那你们俩，把这扶起来。三妹。 干什么？哼！就你们两个赤匪，天天蛊惑人心，大当家的说了，这里不方便，把你们呢带到另一个地方，然后要你的脑袋。放屁！大哥已经下山了，一定是你和铁算盘的主意。嗯，呵呵。哎呀，你想的倒挺聪明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二当家的另立山头了。 你们两个赤匪那一套言论啊，说个阎王别听话。猴子，哎，把他们带走。好嘞，来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，快点，放蛋。哦，哥，这大半夜的，干嘛呀？他这么大叫呢？ 通过战人，兄弟们，下面请二当家的，西华，二当家的，兄弟们，。 举个手，让我看看。还真不少，一半多。那剩下的，就是后来的了。你也许没见过老人家，但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号。铁兆麟，有谁听过他名号的？你也举起手，让我看看。 寨是老当家铁兆麟，看。
泰山门立香堂亲手创建，这个山头是他出生入死、流血流汗、拼死拼活打下来的。他是我的亲哥哥，我哥哥铁罩里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，真刀真枪的打下这块地盘，他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让兄弟们在江湖上有一个山头，可以扬名立万，可以随时冲下山去吃香喝辣，挺胸抬头行走江湖，不受任何人欺负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我哥哥铁罩里一时输，被一个叫沈家门的王八蛋给暗算。临死之前亲自对咱们铜锣寨做了交代，陈三炮大当家，我二当家，让我们兄弟二人携手并肩守护铜锣寨，带好弟兄们，有朝一日重整旗鼓，冲下山去杀死沈家门，给老当家的报仇。兄弟们呐，你们说说，老当家的这个仇该不该报？该报。我听不清楚，该不该报？要。一定要报。但是今天咱们铜锣寨大当家的陈三炮下山去了，他要去见一个人，跟他联合。他要见谁？跟谁联合呀？这个人叫沈家门。陈三炮做出这种事，在江湖上那就是大逆不道，天理不容。我铁算他和这样的人得袍断义，我不认他是我兄弟，铜锣寨也不认他是大当家，就当我哥哥瞎了眼养活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糟糕，铁算没有错位。估计被他们控制了。啊，小声点，看见没有，抢夺上堂了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二当家的说的对呀，把陈三炮联合沈家门，他就是咱们铜锣寨的罪人。二当家的用心，他怕你们跟着陈三炮在敌人面前送死，他不能白白送死。可那陈三炮呢？啊，一会儿他心思绝，一会儿又联合沈家门，我看他呀，就是他妈一个担子的驴，没准儿放屁。王老六，当初你跟着大当家的时候点头哈腰，尾巴竖起摇了对欢，啊。今儿要背叛大当家的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哎，你个小兔崽子啊！当初咱们哥仨打沈家门的时候，忘了？呸！报仇和背叛是两回事儿，目光我分得清楚。
我就一枪崩了你！你他妈站开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啊，我刘黑子凭什么跟着陈三炮去送死？你，我还没活够呢！拿下去！刘黑子，把他押到羊毒，叫他们好好反省反省。家了，我刘黑子还没娶过媳妇儿，我还等着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。明白人呐，识时务者方为俊杰。陈三炮就不是个明白人，一条道走到黑，他不仁，就怨不得我不义。等事情成了，我让你干死当家。谢谢二当家了。老刘，抬上来。好了，把东西搬上来，要想见识见识当家。响当当，明晃晃，硬邦邦的县大衙，只要各位跟着我去投黄协军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大家有福共享，一起发财。现在报名的，每人给30块县大衙。来，哎，兄弟，你看，其实投奔黄协军有什么不好啊？投奔黄协军不光是荣华富贵，哎，最最重要的啊，他不伤害你的亲人，不糟蹋你的姐妹，家里民安啊，何乐不为呢？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，30块大洋。哎，这小宝贝看明白了，你看，来，哎，那是实物的。大佬，刘黑子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爷们儿，没想到你他妈也是个软蛋。老村失联，等大哥回来。苦瓜兄弟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，叫兄弟们领情吧。啊，咱们跟他田大家干了。没有了，兄弟，赶快领了！走，我走。谢谢大家。找我。树才啊，你别嫌我烦，我还得说你。我唐守成。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就是为了我的灵儿。我知道你因为你妹妹的事儿恨日本人，可你不能害了灵儿。我可以战死在沙场，可老子不能让银儿以后没了依靠。放心，我说过，只要我在，就不会让灵儿受委屈。好，树才啊，这是杭州青泰路玉昌钱庄30000块县大洋的银票，这也是我唐守成攒了半辈子的积蓄。你拿着，带着灵儿到外国去，远走高飞，走得
越远越好，到那个没枪没炮的地方去。啊，大壮，钱你收起来。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老虎口了，等他们过了老虎口，你带着灵儿去也不行。哼，我知道，你小子是想过了老虎口找陈三炮报仇。等我上了陈三炮，眼睁睁地看他死了，你让我带灵儿去哪儿都听你的，要不然我绝不会走。哟，忙着呢。哎，那边领大洋的每人30啊，你们俩不去领了？黑哥，这不站岗呢，怕让跑了吗？哦，也是啊。行，要不然我帮你们俩看着，你们俩去领着。不行，这要六爷知道了，不得打死我们俩？是啊，是啊。不相信我是吧？二当家那会儿说封我当四当家的，你们俩没听见啊？啊，我为你们俩好，害怕你们俩去晚了领不上了。行，就算我把人放出来了，你觉得这满山遍野全都是二当家的人，跑得了吗？哎，去不去？哎，黑哥，黑哥，是你帮我们看一会儿，就一会儿啊。行，回来请我喝酒。哎，好说好说，那都好说，走走。刘黑子，你狗日没良心，早知道老子一枪崩了你。木光，你是不是傻呀、啊、我跟你一样跳出来了啊，谁救你？对呀、啊、那你赶紧把我们放了呀。再等等吧，等大哥回来。黑子说的对，现在大部分兄弟都是被逼无奈，只要大哥回来，他们肯定会用武打哥的。黑子，那就拜托你了，大当家上山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放心吧，小妹子，那就交给你了，一定不能让小鬼子拿下老虎口，拜托了。二兔子在那儿，今天他带的都是我们老人手。树才，你怎么又喝上了？渴了。渴了？渴了喝水，不能光喝酒。不乐意。怎么说话呢？好，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啊。哎，那个马老六应该到铜锣山了吧？也不知道他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啊。别瞎操心。马老六那种人，胆儿小又贪心，好掌握。对，少喝点儿。哎，陪我喝一口啊。哥，昨天我等了他整整一天。我就等着他上山来回心转意，但他没有。看来陈三炮是铁了心要背叛铜锣寨，背叛我们。他一意孤行要去联合沈家门，不顾兄弟们的死活，至此他与我们铜锣寨恩断义绝。我不能眼看着他毁了铜锣寨，我不能眼看着他毁了我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基业。临危受命，我接手了铜锣寨，多蒙兄弟们的支持，我要当这个家。请大哥的在天之灵保佑铜锣寨从此风调雨顺，平平安安，保佑兄弟们没灾没病，刀枪不入，升官发财。这一碗酒
是敬您的。请大哥喝酒。请大哥喝酒。请大哥保佑铜锣寨。请大哥保佑铜锣寨。弟兄们，今天阳光明媚，风和日丽，咱们请铜锣寨大当家的铁算盘进位。请铜锣寨大当家铁算盘进位。大当家上山了，二妞，二妞，看大当家上山了。怎么样？快进二当家里躲啊，快。好，皇上。报二当家的。吃下你狗眼，看清这是大当家。哎，说大当家的，原来的大当家的。不不，是从他们回上山来了。啊！二当家的，这次绝不能让陈三宝活着上山。不，我要让他看看，兄弟们是怎么拥立我当大当家的。让他上来。当老大了，想当老大是好事儿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老二，你长进了。可是当年铁罩里铁大哥把大当家的位置传给我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你当不了老大，这老大也不是说当就可以当的。我没要争老大，我是为了咱铜锣寨着想。只要你当着兄弟们的面改邪归正，不跟我们的仇人联合，你去杀了沈家门，你继续当你的大当家，这个椅子给你坐。我很想跟沈家门联合抗日，只可惜他沈家门已经死了。说了，
你杀了沈家门，你继续当大当家，我说话算数。这把椅子，你坐吧。沈家门不受伤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谁杀的？我不管谁杀的，我都要好好谢谢他。他去找日本人拼命去了。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保安团长，铁兆李铁大哥的仇人，现在就躺在你们面前。沈家门带着保安团去前线杀鬼子，几乎全团覆没，杀了几百个鬼子，鬼子都对他闻风丧胆，要悬赏10000个大洋要他的人头。最后他选择和鬼子同归于尽，现在他就在你们面前，你们一个个的都高兴了。口口声声说要给铁大哥报仇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匪？沈家门是官，官不剿匪是会被老百姓唾骂的。在他死之前，他还说，要是他死了，他也就还铁大哥一条命债了。花红打心眼里敬重他，才是咱新浦镇头一号的正汉子。他沈家门骨头比铁还硬，他是铁大哥的仇人没错，他也是我陈三炮打心底里认下的兄弟，这也没错。铁大哥，今天是你5周年忌辰，三炮收过铁兆李铁大哥的恩惠，一刻都没忘了。要给铁大哥报仇，今天您的仇人沈家门已经死了，但我不得不说，如果早知道他沈家门是这么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，三炮不能去报仇。现在咱中国人仇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小日本。铁大哥，从今以后我陈三炮只跟小日本有仇，望铁大哥见谅。陈三炮，自从这个娘们儿当了你的压寨夫人，你是越来越不像个当家人了。再加上那两个赤匪的煽动，你居然敢带着兄弟们去打日本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啊？今天你当着大家，你说清楚，你是不是铁了心的你要拿兄弟们去送死？别过来，我给你开开枪。我可真开枪。铁三板，你敢动大当家的，信不信兄弟们把你剁成肉酱？这么意思，铁三板，有种朝这儿开枪，就怕你没这胆儿。你别逼我，别逼我。孙子，你们俩投不投日本人我不管，但休想伤害我大哥。我可以为我大哥死，
你我大哥是相当的判子。刘黑子，你他妈从哪个哨部腰带没系好把你给弄出来的啊？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恩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滚蛋！去。要杀大当家的，先杀了我木瓜。铁算盘，你连我都不放过，这次你算盘没打好吧？三妹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啊！你当汉奸是为了我好？ 你收了日本人的钱，铁算盘，你卖国求荣，你就是铜锣寨的叛徒。铁少黎大哥在天有您的话，也会出来撕了你这个转骨头。你们他妈的都是出尔反尔，昨天你们不都是领钱了吗？啊！钱我是拿了，反正之计动，我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，更不会向你们俩一样把良心出卖给日本人。大哥，把日本人算我一个。好。 算我一个，还有我大哥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，大哥，算我一个。人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头上三尺有神明，我孔二姐七尺男儿，岂能做出卖祖宗、让外人推错的事儿？我绝不苟同。闭嘴！老东西，陈三胖。 早就该一枪打死你，但我念在咱们兄弟情谊上，我给你留了条活路。可想不到你，你把我的兄弟都鼓动反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是叫他们去送死？说错了吧？是大哥给你留了条活路，我打死你！ 不打小日本，就离开铜锣寨。铜锣寨是我哥哥的。不，铜锣寨是弟兄们的。是，铜锣寨是弟兄们的。 算你狠，铜锣寨我不要了。三妹，这山上没一个好人。我走了以后，如果他们欺负你，你下山去找我啊！我就是死，也不会给你去当汉奸。大亮，站住！大哥，不能放他们走。 他们就当汉奸呢，杀他们以绝后患吧。喂，大哥，大哥，把枪都给我放下。二，兄弟一场，我可以把响谷山给你，铜锣寨有多少大洋你都可以拿走，你可以另立山头。 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另立山头可如果你真去日本那儿当汉奸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老子陈三炮的敌人。 离开了铜锣山，咱们就等于攀上高枝了。和铜锣山相比呢，那个日本人就好比是一棵大树啊。那个这个，那日本人就好比是一棵。老六啊，咱还真去投日本人了？当然了，那不正好让三炮说着了吗？
当汉奸，我又不打算去了。二当家的，这回千万不能婆婆妈妈的了。要我说，当汉奸总比当土匪强。你那黄学军就是吃皇粮的，你说你。哟，陈三炮，不会，陈三炮既然放了我，他就不会杀我。既然他想杀我，我也没辙。你不用管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躲起来，走，甭管了，这事我扛。杀我！好，也好，来吧。你要知道，为日本人办事儿，会给子子孙孙留下骂名。如果有一天，二哥你想回来了，我向雪海第一个迎接你。今天我要把杀鬼子的英雄沈家门葬在铁大哥身边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真爷们儿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。那你们要不要跟老子一起杀鬼子？听说你是条汉子，把你葬在铁大哥旁边。你在这儿站得高望得远，瞧好了老子陈三炮怎么杀鬼子。我陈三炮要再遇见鬼子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。
这场尘缘如水，最爱你给的忧伤，放你在我掌心，直到地老天荒，盘旋在你心上，忧郁绑了我翅膀，那么斜阳雨里住进我的心房。红尘啊，是一袭逃不掉的宿醉，你在前生许我红尘，含醉一场，我为痴迷百转千回，黯然神伤，我要带你一起欢，只愿为你一人红妆。你在前生许我红尘，含醉